当普通朋友请你吃零食时，我不吃不吃。哎呀，好谢谢啊！当好朋友请你吃零食时，给我吃。绝对有猫腻。过期了。肯定掉地上了。哇，你是不是下毒了？好吃，再来点。不可能，没道理啊。我吃了，我真吃了啊。你在憋笑，肯定在坑我啊。